2018年8月12日晚21时40分许，黄浦区南京东路132号一商店电招脱落，砸伤9名过路群众，当即送医救治，其中6人不同程度受伤，正全力救治中，暂无生命危险。另外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，安监部门已经介入事件调查。